滴滴滴滴滴滴，姑妈唱歌给你听好不好？哦，打这么大的哈哈呀！姑妈唱歌你听啊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哎，看哪里？明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啊，回家跟爷爷奶奶了吧，跟表哥一起玩了吧。嗯，叫表哥抱抱背背举高高哦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呀？下一个先给姑妈看一下你的小酒窝。下一个先怎么下嘞？有一个指甲这么长呢。你要剪指甲了哦，回去姑妈给你剪哦。哦，想吃的是吗？爸爸妈妈去办出生证了，等一下姑妈给你吃奶粉了不？吃奶粉了不？想吃了，想吃了，想吃了。啊，姑妈倒奶粉你吃啊，吃饱就睡觉觉了哦。乖乖的啊。你开车啊，快点坐到前面啊，开车车抓弟弟啊，快点，你站起来干嘛？屁股翘翘。来，姐姐坐这里，快点快点坐上来。叫你伯伯推车哦。走了吗？你开车抓住那里，抓前面啊。转弯转弯，转弯转弯，你打小航航哦，你偷小航航开车打大小航航哦。转弯转弯，这样对了，这样转弯转弯，看前面啊，看前面，不要看弟弟啊，哦，别看弟弟吧，哦。哟，好漂亮的姐姐哦，小航航，姐姐打你哦。来，拿这里，姐姐拿这里，扶这里，扶这里，抓这里，抓这里。哦，对了，小司机，你的小司机吧，哦，小航，你今天有福气啦，我的姐姐开车打你哦，转弯转弯，天天在屋头没人跟你玩，现在有人跟你玩了哦。转弯。好玩吗？拐到这里面，这样拐进去哦，拐到里面去哦。打直去，打直去。你别往后面啦，你这个女司机违规了。啊，好玩吗？拍拍手的。打电话给妈妈吗？你姐姐跟你招招手，哎呦，这样打电话了，好玩哦，哦，好玩吗？长大了你也打姐姐哦，打姐姐哦，哎呦，你拍姐姐的背后，女司机，你不要回头望啊。扭屁股啊，你会扭屁股的啊，坐在车里还是好不正经的扭屁股。小航，哎呦，阿婆带你去看一下，等一下明天表妹回来啦，我们去看，可以要一点草药来烧水给妹妹洗，你看上面有不有啊？哦，哎呦，看前面有没有啊？哦，你看这蚊子好厉害，好毒的蚊子哦，把你的
回头养起猫了，给妈妈看到的，好可怜啊，给妈妈看到好心疼啊，好心疼啊。哦，好像这里有一道枫树，等一下我们来这里砍回家。哎呦，有点高哦，你看这个枫叶有点高哦，你看好高哎，砍不动哦，有点高哦。这个是什么花？你看这个是什么花？好多的野花。我们是找点近一点的哦。哎呦，这里有一块莲藕，有一块雷米应该挖出来。姑姑，哦，阿婆背你回家了，要不得的，太高了。哦，回家喽，涵涵回家喽，太高了，要不得的，去别的地方找吧，这个太高了，要不得的，太危险了。小涵涵，回家喽，哟，想睡觉了呀。那就回家睡觉先啊、哦！回家睡觉了。